毕业要干嘛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出去唱歌吧。啊你嘞？是哦，那我先去当兵好了。现在这不知道干嘛，不然去当清道夫好了啦。傻小很鸟哎、欸，这很屌好不好？唱给你听。唱啥小啊？ Yeah, 小的时候老师问我长大想当什么，可能是因为年纪小我什么都不懂，头脑都还没转，就举起短短的手说，老师我想要当总统。一直到出了社会才发现世界大不同，人都要富有才可能有行头，街上的行人匆匆，人们都忙着低头，却望着走着有着一群隐形的英雄。他站在十字的路口，他扫着地上的烟头，他们不是站在舞台风光火热的明星，却是比明星付出更多的巨星。你不会知道他的名还有姓，但他总是穿着一件黄色反光的背心，街道的干净或者是哨子的声音，不重视金钱是需要的诗句，谢谢您。两个孩子有时会做兼职 ，No 不是肮脏的事，他想要的只是不愁吃不愁穿，还有全家一起吃饭的温暖。当我们懵懂，为了名利追求，在街上走过，没有一丝回头。街上垃圾怎么打扫回收？清道夫正是在这，扫把刀剑干掉这些垃圾。男孩手贱乱丢垃圾，女孩嘴贱说着工作垃圾。在这社会里，其实处处有温暖。不是超人，他们内裤不会外穿，像是超人默默帮你解决麻烦，不用麻烦，他们不会靠抓目光，只要你的眼神不要看他没有 Be thankful， 不要嫌弃他们是小人物大英雄。